现在是凌晨4:30，4:42了。现在去哪里？要出发了。4:42，天都还没亮。不要照我们，我们现在很丑。不会，看不出来。很丑。拍不到了。静雯。静雯。期待已久的东京之旅要出发了。这不是冬天吗？东京之旅不是冬天之旅。Thank you.
按呢？哦，没有糖的味道。喝起来像什么？好像那个波蜜果菜汁哈。很甜啊，很甜。
就哎、欸，你看这边。木的嘞，特别啊！走吧。哎，你的行李箱呢？哦，吓死我了，你没带。他是掉在车上就惨了，好像是麻吉啦，麻吉太麻吉了。出来了那边，往那边走。干嘛那么大声啊？这台日币才19800，19800，32寸的。到了住宿的地方了。但是没有看到一兰拉面啊。你说这一条吗？没有，这是走右边。太小了，太小了，我们到了住宿民宿，去民宿的地方了。
一两三零三零，因为我会一两。这一间刚装潢好的呢，还有那个新家的味道，还有木头的味道。冷气在哪一头？在这里。已经开了啦。电灯已经开了啦，刚刚流星雨已经开了。高兴，爽快，反正就是一个家，太棒了。对，都可以煮东西哦，好不好？对，去买一篮拉面来煮啊！欸、你看好这个哎、欸，好啊，有大葱的那个。哎、欸，还有菜刀哎、欸，你进去。下面有点什么？没有。这一只哦。还有烤箱哎、欸，这跟我弄个家。哎、欸，好六个、啊。这一只用的行李要不要拿去那放？这里可以看外面了。啊，那个不是感觉都有用过、欸。还有烤箱。没有，这个是新的，刚都刚。刚弄好的，有啊，有人住过，有。感觉就是有人住过啊。有这个杯垫，还有那种水具。因为他们昨天才刚走而已。好，来，行李放这边。好。那个大行李。这个是没收的吗？没什么地方可以放。不错的那个，没败的。而且，没败的。月牙，我把你车放月牙过来了。好，再说就可以吹。但上面刚扔掉了。啊。真的吃吧，叫剥壳啊，当然了、啊。陈。
吃饱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吃完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吃啊！为什么我觉得？像怎么跟我想象又不太一样，好像面太硬了，面太少，面好像有点硬，感觉这一家比一兰还好吃，价钱又便宜。哎，边呢？啊，这个呢，睡觉的这个呢，睡觉的动物。
半生蜜桃。好吃的。好，我现在来到。要看看怎么吃，反正呢，也可以啊。但是希望好会用来做粥啊，不要那么不要浪费掉。芒果冰，台湾款。里面的菠萝都是哪里夹得到的呢？这是什么？它里面有在卖那个抹茶冰淇淋，要去买来吃吗？一边走一边吃，走吧。边走边吃吧。还有握寿司呢，对啊，握寿司真的是很无聊的餐馆，这个真的很特别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皮蛋啊。皮蛋没。哈哈哈哈哈。皮蛋。可是为什么写煎饼？还有姜蛋呢。他可是他写。有一整想要吃沙威玛吗？你先问。
就会想到。走。
大学というかな、エキサーモニターバー。さあ、各地へご案内しよう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最大的台南嘛，有一颗最大的牛蛋的那个，少年，他是张颖，又转不出来了，又转不出来，人都坏掉吗？这是什么？被骗。你要把它封起来干嘛啦？要看你要把它封起来。它就是一个这种纸片，这样子300。Thank you.
去啊。你想要玩这个？日本时间8:21，我来吃带，要去吃饭了。要吃什么？啊，那一家，刚刚那一家呢？刚刚那一家，刚刚吃的那一家，他日本吃饭。要吃寿司的去吃寿司，吃寿司的吃别的。大江户回转寿司。推车啊，这看起来好像更甜。
到我的 WiFi 吗？包133台币37块，114台币可能也差不多30块。390。大份啊，398。65块。那蛮要吃哦。那个65块折合台币是18块，18块三角饭团，通通18块，三角饭团通通18。7-Eleven 卖39，25最便宜的25。烧肉饭团，烧肉牛肉吗？鳗鱼。早餐要吃什么？109块一盘。哪一个？这个是。这个。麻烦的。来，找到了，找到我的最爱了。可以哦。哎，那怎么上面有红豆的？啊。买两个吧。它这个里面有加一个是红豆的。不要红豆，大家可能吃。多少钱？84块啊。84块。台币多少钱？台币差不多要25块。什么东西？是那个什么饼吗？杏仁饼吗？不知道。台币25块而已。这一家全家有在卖咖喱饭，来日本吃泡面哦，这咸着好吃不？还可以哦，我刚有试吃一口，我觉得还好。